咁啊，近接陳雲嘅咧，今季佢第一場皇馬，其實佢上一場都係有少少即係翻到嚟有少少健康，有少少毛病，但係好快冇出事。係，因為佢翻嚟都有四個月嘅上手，咁我哋就多謝醫生團隊嗰啲有啲藥俾佢吸下咁啊，舒服啲，咁亦都放翻埋咗少少嘅。咁對翻佢同化亦都有幫助啦，覺得。最主要，其實今日係阿布明嘅發揮發揮得好好，好舒服嘅發揮就。咁啊，只馬其實就即係都可以話係老黃忠，因為其實今季初出都上過名㗎啦，直路賽。佢都係叻㗎，其實都八歲啦，啲一二三四都跑過曬啦，今年啊要今日呢場贏一啦，咁算係好叻㗎啦，咁啊八歲喺香港。嚟緊都會繼續即係安排佢，即係因為個分量喺谷草嚟講就好難有賽事啦。嚟緊嘅部署會點樣？係啊，都係跑馬地嘅，你知跑沙田啊啲出嚟出到係夠快，上跑泥地嗰次過都唔夠快。希望喺沙跑馬地跑夠佢咯，跑夠嚟再跑啦。唔係你跑得好嘅，好啊，祝你成功咯，恭喜曬，繼續贏，繼續贏。